武松来到了孟州安平寨牢城营，碰到了一个他从未有碰到过的差拨。这个差拨啊，竟然向武松直接的提出来要钱。武松还告诉这差拨，我有钱，但是不能给你，我给我儿子给我孙子留着。这差拨一听，你这是骂我呢啊，小子，你在我的面前敢放横，敢耍横，我跟你讲，这牢城营里边还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我看你小子是活腻歪了。武松说，我还跟你说，我早就该死，我是杀人犯，理应问斩，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县太爷给我判了个充军，才上你这儿来了。我呀是活腻歪了呀。这差拨一听，这小子够横的，好，你小子等着，你不是想死吗？我这不让你死也死不了，是活也活不了，让你两受罪，你看我能不能折腾你。这小子一转身他走了。差拨转身走了之后，武松还在这单身房里边坐着，时间不大，另外那几个囚徒就全都进来。哎，我说朋友，刚才这差拨跟您说什么了？武松就把他刚才跟差拨的对话跟这几位这么一说。这几位一听，哎呀呀呀，皇上，不是您可不应该这样啊，您这样的话您可要抓倒霉了。怎么着，他能把我如何？他呀，他想把你如何就把你如何。他不临走的时候跟您说要让您死也死不了，活也活难受吗？他真能做到这点？一会儿您就得上这点视厅去应点去，知道这儿的规矩吗？到点视厅一应点，先打你一百杀威棒。这一百杀威棒里头这说道可就太多了，您要是有钱有人轻信，您要给他递上这杀威棒啊，他可以给您轻着打。您如果说更有大的来头，这杀威棒他可以给您免去。哎，您就一说我有病了，重病在身，暂且不打，哎，这就过去了。如果您什么都没有，这杀威棒正常打，我们眼见着可就有不少打的筋断骨折的，您要跟他这一较劲，他真能把您给打残了，打您个下身瘫痪，那可真是想死死不了，想活活遭罪，那样的话您就惨了，您跟他较什么劲？武松说，我这个人生来就是直性子，从来没跟别人说过小话，他爱怎么着怎么着，他打我，嘿，生就的我是硬骨头，躺打啊。那好吧。他们这话刚一说完，不大会儿的功夫就来了两个公差。这两个公差进来之后，谁是武松？你是武松？走，点视厅听点。武松一听，好。武松迈大步跟着这两个公差就来到了点视厅。一进这点视厅啊，武松一看，两旁边站着两溜官差人役，有差拨，有执行的武夫，手里面拿着杀威棒。杀威棒是什么？枣木的，有这么粗，主地七凶。这种东西往人身上打，那是非常有分量的。杀威棒啊，就是杀杀你的威风，这种棒。不管你是什么英雄什么汉子，进屋之后摁到堂上先打一百下，什么英雄汉子你都趴下了，能打你个皮开肉绽。所以往里一走的时候，两边一边四个两边八个被棍在那煮着，不但在那煮着，一个个凝眉瞪眼，铁齿拉嘴，瞅着这犯人，看着武松，那个意思，你活不了了。武松呢，面无惧色，迈步进来之后，往上边一看，上边在公案后边端坐一人，不用问，
这就是这牢城营里边的头管营。这管营老爷看年纪不到50岁，留着三绺花白的胡须，在上面是端然稳坐，四方脸，长眉细目，五官端正。在管营的这面站着一个人，武松一看呢，就是刚才跟他吵嘴的那个差拨。武松心想，我好不了了，有这小子在这站着，他非得说我的坏话不可。往这边一瞧呢，这边站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看这个年轻人也就是20多岁，胳膊呀好像是不知因为什么残了，有伤，用一个白布在那挎着，在脖子这系着。这小伙子就站在管营的旁侧。武松走上来之后，先往起一跪：“管营老爷，小人武松，给管营老爷叩头。”这管营在上面往起一看：“你就是阳谷县来的，在衙门里边曾经担任过都头的杀伤人命的武松吗？”“正是小人。”“武松，听说你来到这里之后，在单身房里竟敢跟差拨顶嘴。”“不是跟差拨顶嘴，是差拨要找我要钱。”武松把这差拨这点事儿就直接给兜露出来了。管营老爷看了看旁边那差拨，这差拨呀这脸上的模样挺难看。“武松，来到这里你可知道本地的规矩，这也是大宋的国法，倒在这里先打100杀为棒。”“小人知道。”“这100杀为棒你承受得了吗？”“承受得了。”这功夫就看那个年轻的小伙子趴到这管营的耳根台跟前嘀咕了几句话，然后他又站着。管营瞧了瞧武松：“武松，本管营跟你说句实话，这个杀威棒打在身上，一般的人那是承受不了的。100杀威棒可以打得你皮开肉绽，甚至于筋断骨折呀。不过呢，也有一种例外，那就是有的这个配军在行程的路上身染重病，来到这里如果说病尚未好，那么这100杀威棒可以暂且免去。武松，你在路上生病了没有啊？”武松一听啊，哎，这管营说这话里边弦外有音呢、啊、他先告诉我在道上有病的可以免去杀威棒，还问我有病没有病啊。要按说明白人这时候马上就得顺杆爬了啊，我有病了，我病挺重还没好，您别打了就得了。这武松啊刚才跟那管营在那单身房里边较着劲呢。武松啊抬头一看老爷：“老爷，我一日三餐吃得饱，到了晚上睡得着，一路之上也没有得什么病，而且还长了2斤分量。老爷，我没病。”两旁边站堂的这衙役们有的一捂嘴：“哎，这小子缺心眼儿，老爷给他都点出来了，他说没病。”老爷子上面一听：“哦，你没病，没病那杀威棒我可就要打了。老爷，打吧，我要把你打成重伤了，打成重伤慢慢养，我要把你打死呢，那怨我命短。”老爷子上面差点没乐了。老爷心想，所有往这充军发配的没碰上一个这样的。“武松，我看你这个人呐，头脑有点毛病，神经有点不太正常啊。啊，好吧，这杀威棒呢暂且给你寄存，等着把你头脑这病养好了之后我再打你。”“哎，老爷，我脑子没病，干嘛给我寄存呢？寄存什么时候打呀？到那时候打还不如现在打了之后更好，您干脆别开仗，打吧。”堂上有的人就笑了。堂上心想，老爷对你这么关照，这是历史上都没有的事情，这小子你看看他浑不浑，他脑子真有病。他一说这话，老爷微微一笑：“
看来你这脑子本身就是有病啊。来呀，把他行家去掉，暂且让他住在单身房里，把他领下堂去。哎，就这样，武松行家去掉了，把武松由打这个点视厅里边有一个差人领着他又回到单身房，告诉武松，今天晚上啊你就在这屋住。哎，你要缺什么用什么呀，找我们这个差人说话啊。这差人一转身就出去了。武松把行家去掉，身体得到自由了，坐在这屋里边瞧了瞧，这单身房旁边有一张床，那边有个脸盆架放着脸盆，这边有板凳。武松说，我刚进的时候没有这床啊，谁把这床撂在这儿的？哦，今天晚上就让我在这住啊。啊，我自个儿住单间。据我所知，这些个充军发配的配军要到了牢城营都是住着大通铺啊，一个挨一个在那叽叽喳喳的睡，怎么让我住单间呢？啊，对我是特殊待遇？为什么呀？武松正愣神的功夫，那几个配军囚徒又进来了。哎，我说哥们儿，怎么样，打了没有到堂上？没打呀。啊，没打？一百杀威棒没打？没有。哎，这怪了。哎，我说哥们儿，这孟州城里边有亲戚没有？当官的，是不是有当官的亲戚？没有。那个朝纲里边，京都里边有没有大官跟你是有亲戚？没有啊。朋友呢？你有没有当官的朋友？武松说，没有，我亲戚朋友根本就没有当官的。要说亲戚，我就有个哥哥是卖炊饼的，现在还死了。那怎么回事呢？这老爷怎么还不打你呢？武松说，我也纳闷啊，老爷说要给我寄存，我都不让他寄存，我说我不该仗，这他也不打。哥们儿，你可小心点啊，瞧这意思啊，你要够呛。武松是怎么的？这堂上一百杀威棒要打了你呀、啊、刚才你顶撞了那个差拨，这个事儿可能就算过去了。这一百杀威棒要不打你，可能这个差拨这个小子要对你使用暗刑。武松说，什么叫暗刑？嘿，你不知道，这牢城营里边这暗刑啊，黑暗着呢，让你死了验尸都验不出毛病来。那怎么回事呢？怎么回事？比方说到吃饭的时候给你来一顿饭，黄米饭炖咸鱼。哎，武松说，这黄米饭炖咸鱼不错不错啊，让你饱饱的吃一顿之后再给你点水喝，喝完了之后人进来了，把你捆起来，拿个鞋桶子这么一裹，三道腰一勒，头朝下就往那一立，一立就立一宿，第二天你就完了。洗桶子打开之后，看你这人没有伤，你死了。武松说，这招够损的。那可不呗，再要不用这个，晚上瞅你睡着了，哎，偷偷的进来，三道绳子连人带床给你那么一捆，让你翻不得身动不得身，然后外边抬一个大口袋来，口袋里边装的全是沙子，这沙子在河里不是泡完了的，带水的，这一口袋沙子往这前胸一压，一宿压死你了，浑身上下看不着伤。嘿嘿，完了之后把绳子一解开，就说坚壁而亡，在监狱里边自个儿承受不了环境，完了，人家一点责任都不担。他还有什么招？还有什么招？再就进来把你摁倒了，绑到板凳上，往你这脸上糊纸，糊一张又一张，糊一张又一张，这矛头纸糊到脸上，把你这五官七窍全给您摁扎实了，你憋死了，这纸一揭验尸没伤。呵呵，这招怎么样？还有什么呢？您还想要多少啊？就这几样就够呛了。可能这小子瞅您这体格好，一百杀威棒大概您能扛得住，他不这么收拾您了，有可能采取这种招。哥们儿，
晚上睡觉你可小心着点，你看还让你自个儿就在这单身房里边住，从来没有一个囚犯到这儿受这个待遇啊！哎，我们都是大通铺啊，一个挨一个，12个人住一屋啊，您这一个人住一个单间，为什么？他办这个事儿的时候别人好看不着，哎，没有旁证口供，哥们儿你就小心着吧。好，多谢诸位，多谢诸位。这几位跟武松交代完了走了，武松把房门一关，坐在这条凳子上，武松心里就合计了，黄米饭炖咸鱼，脸上胡纸，身上压口袋，有可能是对我是这样啊，要收拾我。哼，我邢家已经没有了，小子，今天晚上你要收拾我，那我不能就那么让你好好就收拾了，咱们走着瞧吧，还不定谁把谁收拾了呢。武松在这坐着不动地方，到吃晚饭的功夫，听见外边敲门。武松一听，谁？我，嗨，给您送饭的五爷。武松一听，得，黄米饭炖咸鱼来了。武松站起身来，伸手把这房门就开开。姐妹，俩人，头前一个人提溜着食盒，后边呢空手跟着一个人进来了。哎，五爷，这是您的晚饭啊。前面这个把这食盒盖一打开，武松先往里边看，是不是咸鱼？武松往那食盒盖底下一瞧啊，不是咸鱼，是煎炒烹炸四个菜。就跟他们把这四个菜端起来放到桌子上之后，掀开这一层，底下是一碗汤，把这碗汤端出来摆到桌子上，再掀开一层，底下是雪白的大馒头两盘，端出来往这桌子上一放。五爷，您慢慢的吃着啊，要是不够的话您就找我们。这两个人把食盒收拾起来，转身就出去了。武松瞅着这饭菜心想，把这些东西让我吃完了之后也大头朝下那么空着啊，我不管他怎么着，我呀先给他吃。